选五个。这是化妆品吗？不知道。答案是生日快乐。我告诉你，我刚刚真的是在想生日快乐的，所以其实我答对了。哇 ，OSSO 啊，这个是什么情况里面？哎，你知道明天是邓紫棋发专辑吗？哦，是哦。哈？那为什么有两个 S？ 它是有黏在一起比较长。哦，是哦。那应该是。OSO 哦，是哦，他们写错了，只有一个 S， 这不关我的事哦，我还没输。稳单就是这一个单子稳了，稳定的单身。不要急着结婚，你也可以是一个稳单。旋转，这是太开心吧？你别太嚣张，原地旋转，自己去撞墙，你撞墙去。你不要耍我吗？蛮有趣的。人家三七七，人家生气气。哇，我真是无敌厉害嘛！你别旋转我，人家三七七。我觉得台湾小朋友的咬字比我更夸张。